有關於機場今日喺呢一個機場發生嘅一班年青人欺負一個老人家。咁其實我要喺度拍條片就回應一下，即係大家嘅抒發下大家嘅心情。咁我拍呢條片之前咧，我就食咗半嚿西瓜，半隻西瓜，再行海邊。因為本來我今日諗住乖乖仔啊，諗住早啲瞓，不過美夢成空，因為呢條片唔係話人神共憤咁簡單，根本係全宇宙最憤怒嘅事情都出現。咁我就行咗一陣，專登揸架車出嚟，就行咗一陣海邊，又食咗個西瓜 cool down 下嘅人。咁啊，希望就冷靜啲分析。好啦，今日係發生咩事呢？就今日喺10月26號嘅機場嗰度呢，就有一個叫做和你一齊飛嘅集會啊。咁就集體就喺度機場呢，就阻到啲機場嘅往來啊、去啊、搭飛機或者搭飛機返嚟嘅人士啦。咁因為今日呢啲人都好容忍、好黑仔，咁啲遊客點會搞你啫，係咪？或者我或者你坐飛機，你見到咁多人都趕飛機就走唔切啦，你話乜就乜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呢，因為今日實在太和平啦，咁你知道班年青人呢就抑壓住喺內心嘅一個火力呢，就發唔到出嚟。哦，今日終於俾佢等到。咁有個老人家返嚟嘅時候呢，就應該就係、是、即係可能見佢哋咁多人阻住，可能就嗌佢讓過，或者諸如此類，可能一句說話讓開啦唔該，咁可能就觸發咗所有年青人嘅憤怒呢，就集中晒喺呢個老人家度。咁呢個老人家其實 EQ 已經好高㗎喇，咁佢隨路都唔出聲，只係想返屋企。咁呢，但係有個年青人呢就追住佢好似喪屍咁。呢一班年青人呢其實已經係冇咗人性㗎喇。點解呢？佢呢班年青人亦都唔係中國人，佢係已經係鄉咗嘅人，即係你明唔明？佢唔係中國人嚟㗎喇，已經係鄉咗嘅人，因為佢行屍走肉，冇咗思想，變咗殭屍，追住個老人家嚟咬。咁、那個老人家已經係好克制，冇同佢講嘢，直行直過，直至到有個後生仔冇辦法啦，佢直情呢就攔住個老人家，跟住自己呢就插水，就扮個老人家打佢跌低。咁有條片影住，大家都睇住㗎嘛。哦，當佢一跌咗低嘅時候呢，就話哦打人喎、啊、佢。好啦，跟住呢一聽到假人呢，就嗰邊嗰啲後生仔都嘩咩邊度哦打人，嘩終於有地方發泄啦，就乒乒乓乓衝埋去，就一齊圍個老人家。咁去到圍到個老人家呢，即係嚇到佢。嗱，我覺得呢個老人家佢 EQ 好高，佢應該以前都身經百戰，即係佢覺得唔可以同呢班人嘈。去到最後呢，佢已經係去到喂 ,sorry, 對唔住我錯 ,sorry, 對唔住我錯，去到呢個環境㗎啦。咁當然有人擁佢推佢啦，跟住呢你都知有記者對住個鏡頭㗎嘛，個記者對住個鏡頭嘅時候呢，咁嗰啲即刻喂唔好掂佢呀，因為對住個鏡頭㗎嘛。如果呢個老人家佢唔覺意撥一撥開佢隻手或者喐一喐呢，我話俾你聽一定冇得靜嘅老人家。咁但係嗰陣時會點呢？嗰把遮就會遮住個鏡頭㗎啦，你哋睇唔到㗎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個問題衍生咗，我哋有一個創傷性嘅後遺症。嗱，呢個創傷性嘅後遺症有兩種嘅，我自己覺得。第一種呢就係我哋而家喺度睇片，第二種呢就喺現場睇到呢個情況嘅人唔敢出聲。因為而家係誰大誰惡誰正確，喺呢一個誰大誰惡誰正確嘅底下呢，基本上冇人敢出聲。一個正常人，有常理嘅人，見到一個老人家俾咁多人蝦，人呢人同人之間會有個同理心，你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，你會有一個惻隱之心，你會有一個好想有個衝動就將衝埋去拉佢走。但係因為對方人太多同埋癲晒，有同理心嘅人呢就即刻想喐㗎喇，但係一喐呢就肯定咩人用咗，咁就抑壓。好啦，跟住去到返屋企或者諗返件事嘅時候，就會好唔安樂，好唔開心咁。咁有頭先我收到好多唔同嘅群組，即係不斷喺度講粗口啊，或者好痛恨呢班年青人啊，有啲女嘅就喊得好犀利啊，見到點解香港會變得咁啊咁。其實
一個如果話有一個同理心嘅人，或者好似我哋啲壯年，如果行過見到呢件事情發生咧，應該就好大鑊噶啦。因為正常人你抑壓唔到呢、這個世界點解會欺善怕惡嘅？唔係咁噶嘛，這個世界有正義噶嘛，唔係你哋。誰大誰惡誰正確的嘛，不是人多蝦人少的嘛，為什麼這班後生仔沒有人性之後會這樣的呢？而將它合理化了這件事情呢，其實我就想吐回出來，就是沒辦法，如果你和我走過見到這樣的情況，最多走過去包住阿伯，就不要被那些人打到他，因為那個阿伯最深尾呢有個網告訴我聽，就被警察拉出去差館，我不知道有沒有剔差廚普通襲擊、不過在這個情況下，因為那個客人是沒有動機的，即是你回家怎會無端惹班人，是不是應該就未必是、告得到那個阿伯的，但是那個阿伯都被他嚇死了，已經是不是，即是被他嚇到不得了了，已經是這樣成班人圍，那這個阿伯已經是講了對不住，你記住這個阿伯是不斷講對不住，跟住就俾嗰條友一嘢就扯住件衫，好似拉狗咁樣拉住，跟住左右又衝埋嚟，即係見到真係好憤怒，好憤怒。但係喺呢個情況底下，所謂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即係大家遇到呢啲事呢都唔能夠還手，因為一還手就命都冇㗎啦。即係等於你睇下，嗰、那個貨車司機其實就俾一班人打，但冇人譴責啊！即係冇個個當睇唔到，仲有就係嗰架貨車 total loss， 不過保險唔賠啊！咁不斷發生呢啲嘢嘅時候，咪更加人冇人敢出聲去幫咯咁。咁我今日咧，其實我話俾你聽咧，我已經唔係我嚟噶啦，已經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少少已經係，即係正常嚟講，呢啲環境肯定幫拖啦，阿伯俾咁多人蝦都幫硬拖啦，係咪？即稍微有啲同理心，我都一定冲埋去啦。但係即食完西瓜行完咗海皮之后，你帮嘅都唔可以出声，你都唔可以有动作，只能够行埋去绑住嗰个伯护送佢走，唔好同人推撞，都係要忍。因为你一爆就命都冇埋。所以我而家即係其實而家我已經唔係我嚟㗎啦，因為冇辦法，真係唔能夠喐手，因為佢太人多啦。